我一动水就红了。哇塞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哈，看来人了，哇塞，就跟赶集一样。哇塞，我去，大不大？大大一大大，收，好大这个，这把这个桶就有点大呀，这啥时候能装满？螃蟹，小老弟人，收，哎呦，差点让他跑了，这一块上货，小老弟人，小母蟹收。拿捏，啊，好大，收，搬石头找大货，石头背部有一个，幸亏我看得见，要不然这一块就没有来了。小老弟，收，这石头缝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？感觉应该还有一个，但是搬出来水就红了，看不见了。小海螺，好小。收，这个趴在这里好安逸啊！你不仔细看，你能看得见吗？哇哦，背部这个高呀，满满都是。哇塞，收了，二两左右。收，哎呦我去，小海螺收，这里这里上货，后面还有人呢，上货，软皮的不要，这里这里，哇塞，海螺，哎呀，这里一只，这里又来一只，两只个头不是很大，主要是我发现了这里有一只，哇塞，吓我，哇塞，这里啊，这个超大，这不得一斤啊，我的 OK， 哇塞，这不得一斤啊，蟹王呀、啊。甲虫中的蟹王 ，beautiful， 这里啊，小老弟儿，啊，独臂大侠吧，我还以为是一只腿呢，收。